治疗癌症。哎，医生自己不治。盘点人间大清醒。什么是现实？我告诉你什么是现实，就在这台手术台上面，每天都充斥着现实。当你生病躺在上面的时候，你的妻子爱人不一定希望你能活下来，你的公公婆婆不一定希望你能活下来，你的子女儿子女儿不一定希望你能活下来，你的亲戚朋友不一定希望你能活下来，而你的父母砸锅卖铁也想让你活下去啊。马云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他不去做整形呢？按说以他的财力，他整成吴彦祖也是分分钟的事情，对吧？还有你发现啊，比尔盖茨、马化腾他们都跟老饕一样戴着眼镜，他们那么有钱了，已经那么有钱了，富可敌国了呀，为什么他